勇敢的向前方，乘着梦想的翅膀，你在人间有光芒，人间我们自由翱翔，生命就在前方，有梦你就有希望，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欢迎收看《你好生活》开门大吉元旦特别节目。你们是不知道，还是什么什么曹啊？知道这首歌？啊哈哈！完了，我要被你们玩死了！我要清算！这也太难了。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隔空也没关系，我一样心感激。今晚同相聚，快乐不停息。你好，2021，梦想再继续。每次你按响门铃，紧张兮兮，我也要向你恳求，不要放弃。吐槽或比心，可以都可以迎接2021，欢乐送给你，迎接2021，欢乐送给你。哇哇哇哇哇哇！迎接2021，欢乐送给你，谢谢，谢谢我们可爱的舞蹈演员，谢谢大家，谢谢各位。新年伊始，首先要向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欢迎大家收看《你好生活》开门大吉联袂推出的元旦特别节目。今天这期开门大吉很特别，更像是《你好生活》的棚内录制，在开场之前。有几个人都神秘兮兮给我打电话说，小尼，咱们关系都这么好了，能不能给我多透几道题？我守住了底线。好吧，接下来我把难题交给叮当，欢迎追梦团团长叮当。就你们参加的那个节目叫《你好生活》，那个节目录的时候没有我。为什么这一期的时候要把我请来，眼睁睁的看他们？然后还长得挺好看的，你让我存在的意义是不是就做一下衬托？我们经常说生活你好吗？啊，你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你告诉大家我生活得很好。我幸亏我今天还有三个兄弟，我提醒你们三位一定要多说话。多说话。我们只有12扇门，他们三个跟小尼的关系都匪浅，很有可能他说的不透题就真的不透题吗？好，准备视频开始。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快按呀，把手放下。安娜，姐，现在娜娜答对了，迅姐答对了，王冠答对了，来吧，看一看他们三个人谁是第一名，请看榜。哇，还说担心一直坐在这里，结果是第一个走出去。我天哪，来的太突然了。拜拜。王冠已经站到了梦想的通道上，梦想的通道为王冠点亮，祝他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哇，我真的以为我一期都要在后边，没想到题目这么简单。我觉得不是你有多聪明，是你的对手们手太慢。我现在在想啊，朱旭韵老师应该从下一道题开始就要紧张起来了。我看到的画面，我眼睛一直在，他就因为我们是朱迅，他居然挥着手在跟着唱。我说姐，你听答题呀、啊。家人，快按呀，把手放下。安娜，姐，我相信从下一道题开始，他应该是这种状态。
介绍一下吧。我是王冠，对，小妮的好朋友。小妮是我的男闺蜜。这么早就透露出来了。我来自上海。说这些都没有用，我跟你说。我是开门大吉的主持人。你手下留情。我对所有的选手都是一视同仁的。你的梦想是什么呀？哦，今天真的是带着任务来的，因为我跟迅姐这一次跟着你一块去了新疆，在新疆认识了很多可爱的小朋友，这些小朋友也有自己的梦想，所以今天来为他们赢取梦想基金。哎，所以今天这个梦想是大家统一的梦想是吧？是是是，我们商量好的。现在你的牌面是最足的，1号到12号门全是你的，随便选。我先选一个简单的吧，慢慢来。直接来12号。先选2号吧。2号门，请准备。请按响门铃。把简单的都选完，让他们无门可选。笑起来真好看，这太简单了吧？这有什么好迷茫的，大姐？你不会没听出来吧？你哼一下，哼一下。我哼一下，怎么回事啊？这个这么简单？你快点哼啊，我还有一段路。给我过来。什么？我跟你说，在那儿挺紧张的，情不自禁，跟在后面感觉不一样。好开心。什么呀？你哼一下。我不能哼。哼？我不可以。我哼也不行吗？哼，哼完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完全没有印象。嗯。怎么回事？真的没有印象哎。真的没听出来啊。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怎么还听不见？怎么办？什么呀？没有用的，他不会告诉你的。放下你的手。哎，不能这样，太糗了。我第一次来。对对，这个很好，这个很好。我大老远上海来的，我容易吗？行李还在那儿放着呢。行，既然你表现得还不错，那我就网开一面，帮你选一种求助方式吧。原因重现和关键字提醒。我觉得可能原因重现会比较靠谱一点。好，好不好？好好 好, 好，来，原因重现，请放。你笑起来真好看，太简单了，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这歌都没听出来，统统吹散。天哪！你笑起来真好看，还好意思在这儿跟着唱？你笑起来真好看，这歌就是给我写的吗？哇，节目组真是用心良苦。你知道吗？我其实不是答不出来，我就自己说不太好意思。刚来要谦虚一点。怎么那么能说？你笑起来真好看。对吗？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欢迎李新荣、李凯仇、范同舟这一家三口，还有威武工作室的孩子们。我不是挑事的人啊，居然有人刚才听门铃，居然有人会猜不出来。但是小妮哥哥，其实有的时候脑子短路是很正常的。
哎，又戳灯了。谢谢你们，谢谢，感谢这幸福的一家子，谢谢，拜拜。好了，恭喜你收获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节目。嗯，观众想看你们脸上的纠结、痛苦、彷徨。那是你想看，就像你好生活一样。我记得有些人站在木桩上，也真实的喊出了自己真实的心声的时候，那一刻我的心也是被触动了。妈，所以你妈说，你放心，我一定会结婚的。嫁给谁？嫁给谁？最近被催婚催得有点着急。就是我其实一点都不着急，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生活挺好的。你看身边还有这么多好朋友是吧、哎、我是觉得就是这个应该是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和长辈之间很多时候矛盾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点，就是他们会觉得如果有一天他们不在这个世界了，我们的孩子就会独行于世，所以他们无比的渴望有那么一个人也能够陪伴你到老。他们并不说一定要啊抱个孙子啊多骄傲，这是一方面，但最核心的还在于他们怕你孤独。对，就是怕我孤单。但其实真的人就是一个人来的，走也是一个人走的，没关系，我能扛得住。你别这样，你妈看到这段你得疯。你稍微给他点希望行不行啊？妈，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的。对，待会儿答题你给我点透露一点，让我能够在这时间久一点，让电视机前更多的人看到我身上的优点，是吧？你还打算再继续答？套路套路，继续继续继续前进，选择几号门？一号。感觉会比较简单。你先告诉我一号门的歌是哪个年代的歌，是在网络上红起来的，还是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唱的歌？好，我可以给你提示一下，一号门它肯定是一首歌。一号门请准备，一号门请准备。请按响门铃。他好紧张。唱唱唱！噔噔噔噔噔噔，我知道这歌名字，不知道。又不知道。噔噔噔噔噔，我知道这歌，我会哼，我会唱。唱，试试，不要说废话，赶紧开始唱。旋律他知道，他知道，都是这种情况。我们刚刚也是想到的旋律，然后歌名想不起来。噔噔，我要哭了！天哪，怎么这么难呀？不是，这就像在考场上，你知道吗？你们旁边人可能都知道答案，但在这里真的猜不出来。两个字儿，他可能是会唱这首歌，但是他突然间忘了叫什么。冷静，来，我们蹲下吧。喂，开始，可以的，你可以，你有答案。答案？不是，嗨。唱。我还是什么年的模样？我还是什么少年？恭喜你，对了。歌名叫做我还是这个少年。不是俩字儿，俩字儿。我还是不对吗？不对啊，这太难了。我说开门大吉的吉字之前你要说出正确答案，一起期待。我还是那个少年。开。我还是那个少年，我还是当初的那个少年。开。两个字儿，两个字儿。我还是门。我还是当初的那个少年。大。两个字儿。少年。对了，对了。
太难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哎，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想到我们在新疆，还记得那个画面吗？我们晚上在草原上，小撒说我们把场上所有的灯都关了，抬头仰望漫天繁星，这是我这辈子30多岁以来头一回看到漫天繁星的星空。我当时就在想，这么美妙的画面，我看看身边这么美好的人，如果我有幸还有机会第二次看到这样的星空，我都会想到你们的。对，在那天晚上你知道吗，就是朱迅还说，就再冷我也要看一看夜晚的繁星，架不住他的化妆师说不行，必须回去卸妆。朱迅对不对，你记得吗？所以那化妆师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好，回到正题来，还要继续走吗？不走了，我觉得节目录制时间有限，我再这么走。那走。好，那我们就见好就收。恭喜王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为孩子们争取到了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本节目由大分量方便面先行者金麦郎一桶半特约播出，谢谢金麦郎。就是因为过新年嘛，其实我不是空手来的，我带着礼物来的。这是丝巾，然后这是胸针，这是给你妈妈的。哦，哇，我妈好喜欢胸针。我下午赶飞机，你妈妈亲手做了手抓饭。对，我说我可能来不及吃了，没想到我车开出你们家小区，阿姨抱着捧着热腾腾的手抓饭跑出来的，我那一刻就觉得，哎呀，像是自己的亲妈呀！哇，太暖心了。哎呀，你早知道这样，你跟我说，我让你再开几扇门呢。你早说呀，你不早拿出来，你真的是。行了，叮当。我跟你讲，王冠到了一半的时候，张磊就已经疯了，突然意识到了一点，你们玩真的是这个太难了，我可不可以走啊？这有什么好迷茫的，大姐。没有，我关键是意识到我和王冠是同水准的选手。好吧，看下一首歌怎么样。好好好，预备播放视频。轻轻敲醒沉睡的心，手好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世界是什么。哎，丁丁回来了。啊，应该是 B 吗？我看错了，我看的是明年，看成天了。他玩的就是这个。看看他们哥俩到底谁是第一名，请看榜。小后来吧。好妹妹里的胖妹妹已经站在了梦想的通道上，祝张小后梦想有门，开门大吉。保朱迅和张磊的镜头多拍一点啊，我怕他们今天没有机会上来啊。没有，我一会儿就走了。按照我们的节目要求，你还是要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来自好妹妹的小后。开始你的挑战，选择几号门呢？把3留给我。我想选择5号门。哇，直接就是，我怕你翻车。5号门，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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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兄弟啊，你好吗？兄弟呀、啊，你在哪长大？还好吗？这个他知道，我没唱过。我最近跟秦昊发微信的时候就会说：“嘿，哥们儿，想你了。”我也会，哎，我在这儿都能答出来。场地问题。把他的麦关了。哎呦你妈！你现在知道有啥用？我知道，他不需要求助，他自己就可以答。可以，你知道吗？我可以唱给你听。兄弟呀、啊，想你了。所以是兄弟想你了，还是兄弟啊想你了？我忘了叫什么，我就不知道名字，这个叫兄弟啊之类的。兄弟啊想你了。王冠给出的建议是兄弟啊想你。歌里边不就这么唱的吗？到底是什么？我相信我的直觉吧，因为我们如果起歌名的话，
啊，就是这个东西是为了押韵，有的时候不一定。那你说歌名里都没有啊，歌词里面加一个啊干嘛呢？为了押韵嘛，没必要。我觉得你接受吗？我不想接受。哎，一起期待。开。有啊。门大。兄弟想你了。急。对了。漂亮。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3000元。漂亮。我能感觉得到啊，小侯他并不是一个那种啪生来就会很自来熟的呀，或者是为舞台而生的那种类型的人哈、啊。内敛的人。你学什么专业？你不是音乐？我学中央空调制冷和供暖工程。完全真的假的？一开始在舞台上会有不适应吗？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想上舞台，然后因为跟秦昊做了组合，他在我们很早期的时候他跟我坦言说一个人唱歌会有点害怕、哦、然后说你愿意跟我一起站上舞台吗？嗯，然后我说想了想觉得说好像可以吧，那我们试试吧。嗯，所以就两个人一起走上了舞台，一起做表演。你还记得你们刚来北京的时候有没有梦想过有一天会在工体开演唱会？有一年、啊、工体有一年在开四大天后的演唱会，然后那个地方就很堵、嗯、然后我跟秦昊就开玩笑的讲说以后有一天我们也来这里开演唱会，然后把这里也堵起来。然后2015年9月12号那天晚上，我跟秦昊从那个升降台升出来的时候，看到工人体育场有40000个荧光棒的时候，吓傻了。哦，好像梦想就在你稍微努力的时候会不经意地走进你的生活，那个感觉还是很震撼的。希望2021年你的每一个梦想都成真。还会继续走吧？要。你把男的先挑了。那我选10号门吧。他哪个？10000块钱呢？啊，10号门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哦，这么简单。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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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在路上，对，就是这个，我有点感觉了，但是我名字还要啊，什么曹啊，世界，你可以求助我，你可以求助我，我真的知道，你可以求助我，我知道，绝对准确。不，我想珍惜这个机会，我觉得我可以答出来。小后不敢听王冠。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啊，对，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世界还是世间？间，是间。你说的是世界对不对？我说世界。那就是世间，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王冠今天成为我的反指，一个字都不能差哈。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你听我的。期待开门大。不要。我说急字之前你随时可以改啊。我不改。急字是最后的界限。我感受到你的那个肱二头肌给我一个暗示，说对的。对的。急。耶、yeah! 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也是原唱吗？对，也是跟我们一起去赛里木湖，说当时现场音乐会的时候就唱了这首歌了。偏偏秉烛夜游，午夜星辰似奔走蚩尤，爱你每个结痂伤口，裂缝中留存温柔。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我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路上，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此刻已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我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
当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谢谢白松今天给我们带来这首歌，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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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我的天哪，不会吧？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哇哦，13000了。王冠的表情非常复杂。谢谢你。对，所以每位选手一定上来跟王冠确认一下，然后反着他的答案选就差不多了。二现场的各位，你们现在是什么心情？我打算弃赛。啊？唱都不会唱，我要弃赛。我跟你说，不要放弃。来吧，接下来继续前进吗？前进，前进。我这样吧，我再挑一个11好了。妈呀！天哪！确定？确定。9号，你不试一下哈？9号吧，都累积这么多了。来吧，11号门。11号十一号门，请准备。请按响门铃。我会，我的天哪，不，真的吗？哦，张芸京的偏爱。对，哦，这么冷门的歌你都会。我说过我不闪躲，哎哒哒哒哒，对对对对对，他们都知道，我不，我天哪，歌名叫偏爱。有了有了有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偏爱居然没有用抽中。哇，在赛里木湖边的演唱会，傅菁也是当事人，也是参与了我们那次演唱会。是，当天很冷，但是也很美，是一次特别愉快的一次旅行。没有想到那个季节赛里木湖边会那么冷，当时巨冷，就在湖边嘛，秋裤也没穿，当时过去。所以也是一个特别难忘的记忆吧，对。好，谢谢傅菁，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所以小后你现在要怎么决定？再来一个。我决定留住现在的梦想基金。哎，漂亮，见好就收就收。恭喜小后，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33000元。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嘞，那接下来还有几扇门，叮当，看你的。好，来吧，来吧，来吧，请播放视频。千条山万座，我们曾走过。啊，我又按错了。啊，我又按错。那我磕着很痛苦。没我事儿。来看吧。
榜上第一名。哎呀！哇！成长太好了，梦想的通道为迅姐点亮，祝她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哇！欢迎迅宝。大家好，我是半世纪少女，你们的老朋友朱迅。什么少女？半世纪少女啊。什么叫半世纪少女？你管我，你管我。选呗。第一个我要选三，因为我的小名叫三儿。三儿，对，三是我的幸运数。三号门，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哎呀呀呀呀呀！好有压力啊，好有压力啊！站在这儿真的好紧张啊！懂我了吗？懂我了吗？不要说了。来吧，你可以的。乘风破浪姐姐吧，她跳过这个舞。啊啊！你怎么会？这个不知道吗？我知道这首歌。唱唱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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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本来我觉得他一打到我晕。哎呀哎呀哎呀！来来。他跳过这个舞。但是姐知道吗？歌词是什么？完了，他不知道名儿。乘风破浪的小姐姐。里面的歌曲叫做《乘风破浪》，乘风破浪。那、no, 我说了吧，我啊，不是，不是吗？那叫什么？我之前也以为叫《乘风破浪的姐姐》呢。我记得是四个字。什么？四个字。别提醒他啊，千万别。四个字。来看着我，看着我。四个字。四个字，急死了。叫什么？叫什么？你叫什么？第一个。你只要你说一个，我就知道。我真的。我都替他着急。闭上眼睛，冷静下来。一个姿势。冷静下来，只有冷静你才能想起来，他就在那儿。你知道答案，他就在那儿。太难了。每次说迅姐，今天这期节目咱们跳一段。你每次跳的这么迅姐，迅姐，我们跳一段。迅姐，迅姐，迅姐，姐。哈哈哈哈哈！哈好好玩啊，好开心啊！吓死我了！歌名叫做《无价之姐》，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耶，漂亮！清澈的采访镜中寂静寂寥，一段刻板的开场在意义难有何情状，狂我的狂妄，狂我的荒唐，打翻青春的鸡汤，管你的脸放不放的，看我弄潮破浪，多认真的亮相，努力跳呀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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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看我乘风破浪，多诚实的欲望，
谢谢青春美少女组合。拜拜拜拜，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哇哦，这么多，1000元，很好很好很好，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第二季你好生活，想起来有什么难忘的画面或者记忆？我觉得站在树墩子上，那个东西真的很神奇，它瞬间可以让你打开自己。妈！想你了。啊！就是那一声啊，哇！妈妈常年都不在你的身边，每一次回来，就把她当孩子一样带在身边来看我们录像。妈妈现在真的越来越像孩子了，所以她牵她的手的时候，就感觉朱迅是妈，妈成了孩子。妈妈一直是我心里最大的牵挂，特别是2020年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年，每年到这个时候妈妈会回来，但是今年我也出不去，妈妈也回不来，而且妈妈所在的地方是疫情很严重的地方，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下楼了，所以我还是很牵挂她吃什么。所以我特别希望特殊的时期他能跟我在一起。那一声妈呀，揉碎了多少人的心，期待迅宝的妈妈早日再回来，回到身边，像女儿一样被迅宝带在身边。好啊。好吧，那借着这个机会向妈妈送去飞吻，祝妈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好不好？平安。继续前进吗？继续。我9月7号生的，七也算是幸运吧。七号门，请准备。请按响门铃，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我紧张的想去洗手间。你快去，你肯定可以。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哎，我真的男的都知道哦。听出来了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那个调是什么来着？完了，他可能真不知道。哒哒哒哒哒，唱，唱。太紧张了，真的是。我还是使用求助吧。对，可以。哪种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亲友团。原音重现。好，接下来的时间。竖起耳朵仔细听。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使千言万语只能无语，原来你也在这里，原来你也在这里。什么？原来你也在这里。确定吗？确定。猜出来了。开门。大大吉。太刺激了。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欢迎周扬，欢迎周扬，很好，谢谢。这首歌原唱是刘若英嘛？对，是。为什么这次新疆也想请刘若英去呢？因为这首歌曲的 MV 是在新疆拍摄的。哦，
好，谢谢谢谢周洋，谢谢。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哦，漂亮！吃大面认准一桶半，微信扫一扫，开心常相伴。他现在魂儿已经丢了一半了，我不想再继续了。深受刺激是吗？因为我觉得这两关都太险了，然后我还留了4和6给张磊，我觉得我的任务是完成的。对张磊的定位非常的清晰。好，朱迅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3位选手的家庭梦想基金累计已经达到了41000元，恭喜你们！来吧，谢谢，我们继续吧。来，请准备视频。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的甘甜有。来吧，看一看3位都答对，到底谁上场？请看。呀，请啊！我居然是最慢的。如果我要知道是你上场的话，应该让我们的题库里面出现一首歌。哎，蓝蓝的天空，银河里，大姐，我给你拍照。走吧，东升，再见。东升，加油，加油，加油！嗨，你好，欢迎秦昊，太不容易了。兄弟啊，想你啦，你在哪里干的还好吗？哎，他好轻松哦。介绍一下自己啊，大家好，我是好妹妹的成员秦昊。耶，刚才你们选拔的这首《父亲》这首歌，也是《你好生活》这一季的一个梗。是我们音乐会的时候，撒贝宁老师非常想唱的一首歌曲。我的老父亲，我最疼。反正他什么歌都能唱成这个，对对对，他用什么伴奏都能唱成我的老父亲。你理解一下，因为他刚刚当了父亲。我记得我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印象太深了，他就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说有空吗，我跟你分享一个消息。然后我说怎么了，然后打电话过去，他说我当爸爸了。哦，哇，那一瞬间真的特别特别的为他高兴。我说男生女生，他说一男一女。哇，小虎你要加油啊，我也会给你打电话的，你给我打一个电话。来吧，来啊，选了。来，那刚才说到爸爸了，那就选个八好了，这样行吗？差不多吧。来，好，八号门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加油哦。终于等到了。千万别虚荣心作祟，真心话哒哒哒哒，换面也很贵。我觉得他把我的歌拿走了。对，大碗宽面，好吧，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没问题。千十万倍，也许是一种天意。交错无意，切磋一下，面馆相见就天诀一发。那笔针锋相对，你看着弯又大又圆，将军就要举起杯，你看着面又长又宽，又是生活的便利，变成大碗宽面别流泪，这碗宽。
情作祟，真心话这大碗方便也很贵，先别说话，不想给你机会，先别对，就算了吧，听完这首歌就洗洗睡。欢迎我们的 WiFi 组合和潘达组合。大家好。大家好。谢谢谢谢四位带来的演唱大碗宽面这首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那就是5000元。北京是他们两个人圆梦的一座城市。记得上一季的时候他就说我想离开北京回到重庆。对，所以现在在疫情之前吧，算是春节之前就搬回了自己的家乡重庆。我奶奶、我爸爸、我的弟弟也都在重庆。奶奶现在身体怎么样？奶奶身体还可以，还可以。我记得那会儿你说到你最牵挂的也是奶奶。对对对对，因为之前奶奶还在北京陪我嘛，然后在北京她住的不是很习惯，北京没有什么朋友，然后没有熟悉的环境，没有熟悉的菜市场，然后我爸也不在她身边。后来她就想老惦记着搬回重庆，我想说那你要搬回去，我也搬回去。反正我在哪儿工作都差不多，我可以到处跑，但老年人可能到处跑有点困难了，所以我就也有些这些因素吧。生命当中有时候你会有很远大的目标和梦想，放下一切去接近那份烟火气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是，希望你能够和奶奶和家人一起享受这份生活的甜蜜。谢谢谢谢。好，来，接下来继续前进吗？又要选了。前进。那就九。男的。九你当然可以，我觉得4、6、9你都可以，但是12。十二要不要就惊喜留到最后？因为我觉得是张磊老师的，那就是最大的惊喜。不要，我就选9好不好？12，12。秦昊，确定？可以。九号门，可以。12。请准备。九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想开十二号门吗？是童话吗？来唱啊！完全没有听过这首歌。我觉得是挥着翅膀的女孩。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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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张杰的歌，仰望星空。等一下，我们也不知道。啊，完了，我死了。太难了，这也太难了。我确定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可能我要求助啊。求助有两种方式，原音重现和关键字提醒。关键字提醒吗？哎，好，关键字提醒上套了。四个字，第一个字是什么？仰，说仰望星空。确定吗？不是，在想，仰望什么什么？仰望宇宙，仰视而来，大概是仰望星空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名字很了。那个，仰望星空吧。不是，仰，这是什么力？这是什么力？仰视。那你是你爹的什么？亲戚。你是你爹的什么亲戚？儿子，我是我爹的儿子。你是。你刚才说什么了？仰视对了，儿子对，仰视儿子。不是，仰视儿子，仰视子，仰视而来，仰视而来，什么歌名？仰视而来。仰望星空，确定吗？仰视而来，一起期待。对吗？仰视而来，开。因为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了，咱们都没办法。
门。改，改。仰视而来，确定吗？改不改？那就只能是这样了。改不改？大。啊，不要，你是对。啊，仰望星空吗？鸡。仰望星空，出什么馊主意？仰视而来，仰望星空，我要被你们玩死了。掌声送给天使童声的孩子们，谢谢你们，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哎，你们也不想一想，如果你们在那儿哇在那儿激动，在那儿仰视而来，还在那儿提醒半天什么儿子仰视，哎，我还在那儿看着你们，然后迅姐特别坚定，仰视而来。对的，仰视而来。我觉得我可以了，见好就收了，见好就收。恭喜秦昊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本节目由荼毒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接下来压力全都在另外两位没有上场的选手。来吧，看这道题是什么，请准备视频。难忘今宵，难忘今宵。哎，我点错了。来吧，雷雷，太紧张了。快去。加油姐，加油加油加油。张雷总算站在了梦想的通道上，梦想的通道为他点亮，祝他梦想有门，开门大吉。人呢？哎，张磊呢？给我出来，给我出来，这是一个魔术节目。我已经大变活人没了，我操。加油。对，张磊，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呢？你知道吗，我这是我有史以来录节目已经发生了3次想弃赛，1次想逃离，还有1次着急的上厕所，太紧张了。我要去洗手间。我紧张的想去洗手间，我要去洗手间，我真的紧张。好，这位选手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张磊，是小尼的同事，也是他多年的好友。不过从今天开始，我和小尼友谊的小船就此翻了。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马上就要翻了。开始挑战吗？小号小号小号。12就不看了，当屏蔽。几号？4号。四号门。对，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四号门，请准备。三千公，请按响门铃。叫啥？
哎，表情还是挺对的。什么？你唱一下，快。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懂那句云为什么会坠跌。一顿乱唱，歌名叫啊？歌名叫大英的什么？白天不懂夜的黑，不错，还可以啊。当然了，啊，原来是这么简单的，还是我运气。一首歌找回自信，来，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幸亏是那英。哎，人呢？人，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抢拍子了。只在黎明混，只在黎明混着，黎明混着夜色时，才有浅浅重叠的片刻。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的一切。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不懂我伤悲，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哇，这个门我等了太久了，终于有人开这扇门了。原来是我打开了你的心门。如果我今天紧张，就是因为这扇门而紧张。导演告诉我，今天会有这样一首歌。他说：“你好，生活有一集，我们那一集音乐会的时候，我说唱一首我自己的歌，我就现场唱。后来当我们彩排的时候，我刚张嘴唱，我就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因为现场太尴尬了，我就说我其实是可以真唱的，然后我就现场清唱了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然后导演说：“今天你就唱那首歌吧，来纪念那件事情。”也许我唱得不好，也许我跟不上节奏，就像刚才那样。谢谢好妹妹帮我找回了节奏，但是我觉得真实的声音永远是最有力量的声音。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3000元，哈哈哈哈，漂亮。你好生活，我们上一次在广院我们体验了一堂街舞课，接下来有请张磊给我们跳一段我们当时学习的街舞。你也来是吧？我希望我还记得。好嘞，来了啊。哇，天哪，他居然都记得。你们这个叫街舞吗？老年 disco。 哎，其实张磊大家对他公认的评价就是特别的贤惠。张磊烤肉还是可以。
考虑进去啊。哎，张磊一看是那种特别贤惠的媳妇，她太贤惠了，生活当中也是一个操心的人。我觉得我像她的一个大姐，一定是长姐还是？对。前几年吧，应该我们要考那个主持人上岗证。对对对 对。我就问她，哎，我说小妮，你有上岗证吗？没有啊，姐，已经报名了。啊，报名了吗，姐？什么时候发的？去哪儿报啊？然后我就详细的要把去哪儿报，要带什么东西，所有的程序都给他标好了，给他报完了之后参加考试。哎，我说小妮怎么没看到？我说小妮，今天面试你人呢？姐，电话那边刚睡醒，突然被惊醒。姐，今天面试。最后赶上了，他应该是我们考场最后一个。此时此刻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观众。你们能看到我依然能站在这个舞台上，你还有证，多亏了这一位啊。对，还继续开门吗？真的，其实你知道我此刻心情挺复杂的。嗯，经过了将近大概得有十首歌左右，我确实每一个都没有猜出来，就刚才这个我完全没有概念。我要走了，我真的不行，咋办呀，叮当，我一个都猜不出来。每一个都没有猜出来，你们能了解我的心情吗？再来一个，我不行，我觉得你可以的，你可以的，我留一个。你留十二号给他，你留十二号给他。六号门，请准备。来吧，张磊，请按响门铃。可以，我们都在。啥歌啊？哒哒滴哒哒。什么？什么？干嘛？这个眼神。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替你操的那些心，在这一刻，在开门大吉的舞台上，我都得到了回报。我的天哪！不知道以为他按的是3万块钱的门。哒哒滴哒，小悄悄响的我手。呀呼嘿！这个彩蛋怎么样？特别好。这首歌叫什么？想亲亲。确定吗？确定。一起期待。开门。门。大。齐。想亲亲，没问题。要不我做不了山西人。小悄悄响的我手腕腕乱呀呼嘿，拿起个筷子我端不起个碗呀儿哟，小悄悄响的我小花花花乱呀呼嘿呀呼嘿，三天我没吃了一颗颗颗米。
咪，欢迎云飞，你们好。好，谢谢二位，谢谢谢谢谢谢。好的，张磊，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本节目由大分量方便面先行者金麦郎一桶半特约播出，谢谢金麦郎。6000。接下来，你要不要继续？不要不要。恭喜张磊，谢谢，收获了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所以到这里，我们的家庭梦想基金奖池当中的数额已经变成了57000元。还有最后一扇门，12号门，3万元，我们今天就圆满了。那我加油！加油！叮当，努力吧，加油吧，加油吧！来吧 ，OK。祝纳乌克热梦想右门开门大吉！欢迎纳乌克热！欢迎纳乌克热 ！Hello，Hello，Hello。嘿。咋样？嗨，我好的嘛，好的。二十八吧。三面羊肉串吃了没有？大条子、旧片子、大盘鸡儿、烤包子、烤包子、抓饭。我饿的呀！哎，别提了，真的。每个新疆的孩子都是一个 rapper。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舞台上永远是那么燃。放慢你的脚步，慢慢，生活应该就是随缘。Hello， 大家好，我是纳乌克热，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开始挑战吧。OK 啊，来吧。好吧，12号门，请准备。来吧，纳乌克热，12号门也是全场家庭梦想基金最高的一扇门，数额最高，3万元。好紧张啊！准备好了 ？Yes。紧张吗？紧张，太紧张了。请按响，他真的紧张。按响，门铃，加油！啊！安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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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耳熟是耳熟，就是歌名可能有点不知道。这首歌小弟哥的童歌，很容易猜。这段时间非常火的一首歌，排行榜上也是位居榜首。名字不知道。你们朱迅，你有答案吗？好像听过。我肯定听过。觉得这首歌是火的吗？火的。男歌手女歌手，女歌手男女都唱过。我能求助吗？好，直接求助，提字儿吧，提关键字。对对对，关键字，关键字提醒。纳乌克热，请看这首歌的歌名，两个字。哎，好难啊，真的好难啊。时间，时光。我在说出开门大吉的吉字之前，你随时可以更改歌名。我现在好奇的是，这位歌手他有没有来到现场？这位歌手又在他那边。一起期待，改不改？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对了，就是87000元。开，随时可以改。说出吉字之前，随时可以改。门，随时可以改。大。确定不改了？不改了。改不改？时光，时光，看着我的眼睛，改不改？时间，什么？时间，什么？时光，去。Yeah！ 这是我的歌。有些事情你会遗忘，有些人儿注定远方，有些故事来来回回，虚无缥缈都一样。有些再见的话说了太牵强，
一清楚时光，那些受过的伤不必放心上。如果说你好，我跌跌撞撞是成长；如果说你好，我笑着去往；如果不小心太善良受了伤，好你拥抱你的倔强。如果说你好，我跌跌撞撞是成长；如果说你好，我笑着去往。如果你想要自由的去飞翔，愿做你温暖的翅膀。健康生活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字，累。但是这个累的背后是一种幸福。直到现在为止，我的手机上还保留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天气预报的那一页，所以谢谢你带我们去了一个那么美好的地方。希望小尼哥可以注意身体，少熬夜，对自己好一点。要有小尼哥在的地方，就永远有欢乐，永远有温暖。如果是你，哎呀，真好。如果生活中真有那么多是这样的时刻就好了。如果你想要自由的去飞翔，愿做你温暖的翅膀。好美啊，谢谢你们还专门去学了这首歌，真的好听，好听，非常好听。你知道我最感动的那一那句歌词是：如果你想要自